Dame tu cosita, dame tu cosita, dame tu cosita。大家以后不要相信半夜跑步能减肥了，啊，我都试了一个多月呢，啊，根本就没用。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这么久没拍到妹子了，给我来个妹子吧。啊，你看我是妹子吗？不是吧，这游戏还有老奶奶啊。我看我孙子电脑开着，就来看看。奶奶，你别玩这个游戏了。我孙子天天玩这游戏，需要花钱吗？不花钱，免费的。上次他找我要了98块钱，说交班费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没这回事儿，这游戏人人都可以玩。对了，那你孙子哪去了？我孙子啊，现在正和我一起玩游戏呢。这不就咱俩在玩吗？没看见啊。小伙子，你咋这么笨呢？原来你在唬我。嗯，看来你反应还是有点快。哎，这个旺夫的女人啊，一般嘴都比较大，最好啊是有点龅牙。哎，这种女人呀，大富大贵旺全家。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我问你这问题，能证明你是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生？你说。哎，你看完那种就是小视频，你是先打开微信，先打开微博？微博。啊。微博，你是不是问过别人？别人怎么说的？嗯，别人都不看。教大家如何成为抖音第一女网红。首先，美颜、瘦脸、滤镜全部开到最大等级。然后，你可以表演一个才艺，比如说是唱歌。让我做你的眼睛，说那样你才看得清。这首情歌唱给你听，把你捧作天上星。或者，你也可以跳个舞。但是这些都已经有了呀，怎么才能够超越他们呢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秒杀全网女网红。让我做你的眼睛，这样你才看得清。这首情歌送给你听，把你捧作天上星。亲爱的，你可以把你的小心心给我吗？